向佐出轨风波不断，日前在被爆与网红小胡静裸身视讯，至今他本人都还未出面说明，但倒是女方按捺不住情绪，当下就发出一篇疑似澄清文，写道：好好的被闺蜜出卖，被误解被骂，招谁惹谁了？底下留言骂声一片，还有网友贴住他六月初主动向小葛提议要爆向佐料的截图。十日小胡静再更新一支热舞影片，开启了第二波骂声，不少网友留言讽刺：真三当三，人家都有娃了，怎么忍心？对此，小胡静正面回应：你看见我当三了，他婚前我就认识他的老嫂子，比你精彩吧？知道了吧？人气不？他强调两人相识时的未娶未嫁，并且无有证据。好基表示：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错，认为只是娱乐圈普通交友。至于名字为何要引用女星胡静的名字，他也表示是拍戏时被导演认为长得像，喜欢这样调侃他，就渐渐用上了小胡静这名字。事实上，与小胡静的风波，向太也以第一时间驳斥假的。只能说是真是假，只有当事人知道。吃瓜群众还是在一旁默默看戏喽。